好，下去。刹车。有点。不用卷，这样而已就受伤。嗯，好，下去。刹车。有点。好了，不用卷。这样而已就受伤。他不走。好，请弗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麻烦他不走。好，弗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，麻烦我们的师请到我们舞台前方集合。你过来呗。小鸟来的话，你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的可以，大的不可以。小的可以啊，大的是哪一种？像长颈鹿一样的。哪有长颈鹿的鸟啊？他不走。好，请弗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。